这位同学，你手抽筋，你真的知道我们在台上干嘛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刚刚我眼睛看了一下，哦，大家都在做攻击的动作嘛，对，这个同学手叉腰，觉得自己是农场主人，我不是在攻击啊，来换人名额，赶快。好，换人换人，这个同学很显然不知道他来干嘛的。好，换一个强盗上来。好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，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动作。